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我现在是在木樨园的百荣商场。在北京生活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，一来都蒙圈了，全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看啊，袜子呀，秋衣秋裤的，这不光离我在五厘米，五厘米的我都打入冷宫，因为走道多，这脚一点委屈都不想受，乱吗？那四楼也是卖鞋和卖裤子的，我来三层，跟他说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感觉买衣服就选择困难症。那还有99的小西服外套，你看这是卖不了这样的感觉。现在在二楼来了，二楼也都是卖衣服的，品种太全了，这逛的都不知道逛什么了，一款式样式的都没有，三楼都不如三楼的衣服，纯粹是逛大街玩呢。你看这一个，这逛了一大圈，从一楼逛到六楼，愣是没买着。上市完了之后你就没法挑，所以还得拿起来看哪个好看就拿起来就走，给钱就走就行，是吧？嗯，那人家在老板，您看看这人多的呀，人山人海的，找不着地儿。那终于吃完了，这人山人海，按说都已经过饭点了，也不怎么这么多人。这个美食行业啊，肯定是永远都。